你超像变态，我在前面拿着枪等着你。他真的捡到枪了，捡到枪了，完了！我怎么大家都捡到枪了？好恐怖啊！捡到枪，有东西可以用。哎、欸，有、欸、火箭炮，火箭！哇，他假如开火箭的话，你就弄他。他想要。黑的，我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什么呢？小心，小心，完全看不懂哎。第一个是中间有玩过，中间就是第二个有玩过，左边的没玩过啦，最左边的没玩过。对啊，还有边是喵阿迪三名的那个啊。对，那就玩这个。哪个？最左边的吧？没玩过的哦，没玩过的哦，那是跑酷。哇！哎呦！哎呦！哇，好近哦！哇，这么近，这么近，这么近啊！你赶快把，还要找。我以为你要救小雨哎。小雨啊，哎，哦，没注意到，没注意到。我都听到心跳声了。No。没关系，你应该听不到了。反正这个就是跑酷，想办法跑，跑过去就这样。跑终点就对了。啊，我在起点等你们。直接放弃。快谁？别靠了，应该不是。Sorry。准备好了，跑起来。走喽。我在哪？先看一下自己在哪。他是不是有变大？没有吧，一样吧。的的，好像还行。抬一下。干嘛？刚才从起点的。对啊。我不可以输。其他这个会不会沉啊？这个不会沉。是这边的才会沉。哇！我的天哪！你在讲什么？天哪！他是不是有变啊？我怎么觉得有点……有吗？我觉得差不多哎。真的哦。觉得差不多。杰克又掉进去啦！有。耶耶！呀！No， 你死定了！完了，完了！啊！我已经上膛了，上膛了！把那个都弄掉，把那个都弄掉，把那个……没有，那个没有用。我之前想要，之前想要踩派的，踩不到，真的很可惜。干扰他！叮叮叮！我已经上膛了。哎呦，有人想赌了，差一名哦！哎呦，差一名啊，就差一点点。他进赌一下，赌一下，好，赌了，赌，来，耶！光打呀！一滴，这一滴血，哇，你可以看，好猛的一滴血哦！还与世无争的，这个与世无争还不弄死他？我与世无争，他活太久了，不行啊！钥匙现在变很少了啦，钥匙变太少了，不好玩。钥匙现在很少，哇！又在你面前，可他没钥匙呢，看不到，看不到。我钥匙要给别人的，然后等一下就要给杰克噜。哎，我出来了，弹出来喽！嗨。哎，影月啊，吸一下钥匙啊！那我去礼物箱一下嘛。你有三个奖杯，让我拿第二个嘛。哦，好啦，拿一个啦。好啦，让我看一下，那有什么啊？你可以吃血包啊，可以让哈基笑一下。对，还有血包，对，忘了啊，吃个血包好了。我以为要让哈基笑一下之类的。哈基叫最大声的地方。哈基叫最大叫最大声的地方，叫最大声。我要赌了，赌！你有三个奖，哎，多，
看毒，黑的，哇，黑的，黑的，我休息喽。大魔王被关起来了。没有啊，现在哈基才是大魔王。哎呦，他流一滴血了，大魔王流一滴血。哎，要秒哪里呀、啊？就秒人就好了。瞄了啦，而且有没有瞄到、啊？瞄旁边、啊。有啦有啦有啦，擦肩擦肩擦肩。哦、所以你们两个的怨到底是什么结啦？忘记了。其实也还好，把钱吸走而已。对啊，我跟你约了钱吸走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往前吧。够吗？不够哎、欸。往下比较多钱啊。对啊，往下。不要不要不要！我要去打架，去打架！这也太追杀了，这是追杀戏码哎，好扯、哦，好像有点远哎、欸，有点远呐、啊。没有，我觉得你往下比较划算哎、欸。我等他过来。是哦，哇，还有一个秘密武器，来、啊、来撞撞来，我来找你，我来找你了，是不是又要被撞了？我来找你了！哇，这个好痛！吓死我！差点就被撞了！快逃啊！雨月，雨月，雨月在休息了啦！雨月在休息啦！他俩下一回合就出来了。还要死，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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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觉得我这里好可怕呀！没有，在下面啊，上面还好。可以换位置啊！你赶快去救小雨啊！你觉得安全？把杰克换上来之类的，有没有？换到前面去！真的，不是换人打而已啊！你要打，只打团团啊！哎、啊欸，那。那你来搭团团好了。哈？什么东西？他说换人打、啊。哦。他说要打团团啊。嗯，我没有说打谁啊。所以把杰克换过来我旁边这样吗？好哦。我让他离宝箱近一点啊。我没有钱。这样的话，他打完你以后就可以直接开宝箱了。没有，并没有。有啦，团团钱够啦。对啊，你打完团团，你就可以直接开宝箱了，顺便救了一下小雨。哇！然后他小雨还要结另一个人啊。我知道，小雨在结了两个仇人。我还在箱子里面啦、啊。箱子里面挖出来了。小雨阿门。我救不了你了。哇哦，没办法，磁铁。可是你知道，我现在近战武器一直都遇不到人。哦、oh, ，就是哦，那个掉落的那个。对啊，这是随机吗？随机的，随机的。哇，会震动，它有时候很好像没有。会震动，会震动，好，它会震动。杰克，搞它！我们要不要早一点，早一点死啊？哇，那边好吗？因为小雨会先动啊。哈哈哈哈哈！可以啊，我没差、啊，我没差吧？谁死了？谁死了？你不是被传到小雨前面了？对耶！啊，再见！不要说你再见。哈哈哈哈哈！黑人问号了。你怎么了？他想弄小雨啊？顺序，他们啊啊！好，太晚死了，这个太晚死了，太晚死了。好，再见。什么东西？你那一滴血活好久哦！哎、欸，杰克，我可不可以那个啊？哎、欸，你可以把小雨拉过来，有没有？我想要吸一下钥匙哦。我不知道你吸不吸得到，你可以试试看啊。你在下面嘛，对不对？我看一下。嗯，对，在下面。不知道吸得到不知道。这么他照理说是一格，但是又试试看，他过桥了。地形，这地形，哦，可以耶。哦，哎，你怎么把我的武器拿走了？结怨了，结怨了，结怨了！对不起，我走了。你人真好。你看，你还给小雨钱，还不弄你，你是不是同谋？我的救命恩人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同谋？说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加油！啊！啊
结果小雨还是被弄了，没办法。对啊，而且他明明就开过我枪了，坏人。我只是偷个钥匙而已。没事没事，我要去拿道具了。保鲜保鲜我不用了。保鲜，保鲜，保鲜，保鲜什么的不重要了，箱道具比较重要。哦，你前面有钻哦。你就刚刚交易的尸体啊？对啊，刚才我的尸体。六步。咋有？医院被砸也要找小雨？不是，靠，哪是我？我走上面也被砸，走这边也被砸。哦，两边都被砸了。他记得锁血还能活着吗？别的，怎么没有人弄他、啊？都没有人弄，而且还是第一名。和平，和平，和平，你和平，最安全的第一名。哈哈哈哈哈！小孩子，没有摇头孩子啊，还是一步两步就好，一步两步，耶！两步，哦，不血了，不血了，还是可以死哎、欸，来，不是补满了，他不是补满了，十滴啊，十滴而已。小雨，你我在宝箱里面，在箱子里哦，哇，没东西，无敌的哦，哎呀，跑掉了。绕一圈，再绕一圈，我想想，五步六三。可是他得要走一遍。上面可以拿宝那个道具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被揍啊！哦，不是被揍，两步被揍。我想想，我不想要去找杰克。我给你写三一。我出来，宝箱怪出来了，宝箱怪出来了。嗯，宝箱怪好像没有东西耶，用不到它。好吧，那我再进去宝箱一次。宝箱哇，进去了，进去了，这个地形，你这个几率，发现住在这里耶，真空耶，几率有点猛啊，好猛哦。十年不晚啊，小雨。你太远啦！小人报仇，一天到晚。他已经打过我了。为什么他可以打了又打，打了又打？一直打，一直打。哦，抢帽子，抢帽子，超混乱，绝对超混乱，这人那么多，还可以打人呢？可以打人，就打人，然后抢帽子啊！我的工作要来了。小雨嘞！耶、okay, oh, ！ Yeah! 有人去打小雨啦！啊！我晕了啦，晕了啦，好晕好晕！啊！打错了，晕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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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好晕！晕了啦，晕了啦！杰克一直狂拿啦！晕了啦，晕了啦！哦，好晕好晕！我才拿两秒而已。两秒已经算多了，以这个情况、啊欸，瞬间，打小雨，好，安全帽自己了，安全帽自己了，咦，啊，小雨，啊，三。啊，这个第三名我没东西、啊。道具就只有前两名而已。没有，没有说第三名。你说第三名有啊？二十五 round 了。对啊，二十五 round 了。剩五 round。好啦，等他跑完吗？粉团，你有没有尸体还是什么、嗯？没有，好。尸体，磁铁啦。如果有的话，嘻哈继续点捡就好。我没有磁铁，可惜。好啦，他够啊！啊，三步哎、欸，哇，走不到，找不到，没了。啊我的，你的，那哈基有磁铁吗？我有，我、oh, 不知道哎、欸，好像没有，好像没有，记不到了，只记到繁星而已，真的，对吧？只有繁星系啊，不好玩，我不好玩是不是，你也可以当宝箱怪啊，宝箱怪，宝箱怪想弄的，转向，转向，臭傻啦，小雨。最佳
进攻点。好雨，你又回来了。两只都爆塞耶、欸！欢迎回来！哇塞，太远了，打不到啦！我有传送门了，我等一下逃跑了。啊，你没磁铁？小雨跑太远了。我不知道存在谁，反正最后一撞了嘛，最后撞了。对啊。嗯。这个好了，丢谁呢？好啦，来啦来啦，放到、哦、用我自己可不可以？欸、不行哎、欸，不行，没用，会认人的逆风了啊，很有实验家精神、啊，所以可能在最后一步回转哦。对啊，对啊，回转，哇耶、yeah ，哇你快死，五 D。好像快出来了，出错了，出来了。哇！你看一下那个风蜜蜂草，蜂草有耶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极限呢、欸？极限！限刚刚小玉，你好像是一滴吧？就是蜂草不是十一？对啊，我不知道。我看看，我们来看看。九滴而已。哎呦，好惨啊！走了，九。那我在前面等着你啊。然后他就自转有没有？我就在那边。你应该往上，你应该往上，然后让他那个杰克往左边，有没有？包饺了，对吧、啊？互相堵他。如果你往左边的话，小雨就往上跑了啊！到传送了、啊，对啊，我有传送了，我哇，贵呢，可恶！那就要比小雨还要早动，好、嗯，真的，是不？哦，我要七滴血，你啊。我想用道具。怎么那么难用啊？你要滑鼠吧？滑鼠掉没有？掉海。你叫空吧。继续玩打空。哇塞！哇塞！吓人用了有没有？哇！直接打空奶茶。吓死我了！都要给钱，啊、都要给钱呢、欸！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！这个烂炮兵真是烂炮兵！烂炮兵，这个烂炮兵！我记得我是最后一个吧？对啊，最后一棒了，所以是不是该用一下了？你该用一下了，用一下了，是不是我玩完就结束了？对对对，对啊、所以你该拿猎枪再一下。有吗？有有有有有，没有，太感动了，可以了可以了，真的，我被，真的，死了，我还是死了，我走最后一路，这边吸血真赚，真的把我的遗产都拿走了，那结束了，啊，就先这样吧，啊，先这样了，对吧？下一次知道啊，是二十五浪差不多，因为是二十五浪刚好就。在二十吧，二十到十点，差不多一小时到十十乱，对、嗯，大概到二十。好，好啦，休息啦，休息啦，休息啦。我没看到拳头收跑啊。好啦，今天感谢各位收看。哎、欸，那时候打开 OBS 不是 OBS， 就是剪片软体之后，他说。我最后一次使用这程式是在十天之前哦，然后才想到靠，我已经十天没剪片了，对吧、啊？所以今天就赶了又一部影片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你应该没很重的吧？拜啦拜啦。哦，卡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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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。